行，你再找人啊。嗯。屏幕看了哈。好看吧。特别美，张大爷我肯定比你还美。这一件咋回了？哎呀，我都安好这么久嘛，一天，然后都发了。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嘞，回来我都变成这样了，可能没来得及重新修嘞。肯定是没装好的，质量问题。我那一天，应该不是质量问题，是我的劲儿，是我劲儿太小。我那一天我还特别自信的说，我自己完成了一个衣架，特别牛逼。哎呀，你叫我咋笑话你啊？哎呀，一个衣架弄装好，我也装好了，塌了。就这么用了一天。我给你弄上。你要不你今儿大今天重新给我弄。中。行，把它放床上。这好弄。你帮我扶住。我把它放床上哈。那结实哈，这位，把衣裳帮我挂上吧。你看我弄的吧。嗯。嗯，歪都不会歪。是我太笨了。好了。这样完结实，绑上了不会绑回，不会歪。我劲儿太小了，安太松了。太松了，我看那个都弯了。嗯。好了。